有一个 iPhone 7 Plus 的哦，放大有，现在就是同时两颗画面凸显功能。哦，对啊，啊，可以移动吗？可以移动，可以移动到。苹果三十六感觉。拍下去了，当下才有放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。那我现在先停。很早的东西。